老兄，我想玩 Uno 啊！吓，但我想玩飞人棋喎。但系上次已经系你拣先咯，不如今次俾我拣啦，好唔好啊？但系我唔想喎。吓，同朋友玩嘅时候，我哋会轮流选择想玩嘅游戏。如果争持不下，大家都冇时间玩噶啦。我哋可以俾朋友拣先，之后如果仲有时间，再玩我哋自己拣嘅游戏。婷婷，你想玩咩游戏啊？玩 Uno 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咁我排牌啊。我出先。Uno，Uno， 我赢咗啦，犀利啊！我系玩完啦，咁你仲想玩咩游戏啊？不如我哋玩飞人棋啊！好啊！婷婷系朗希嘅朋友，所以朗希俾婷婷拣游戏先。朗希同婷婷一起玩婷婷拣嘅 Uno， 朗希好友善啊，做得好好啊！婷婷，咁我俾你拣颜色啦。咁啊，我拣红色啦。咁我拣蓝色啦。玩完 Uno 之后，就到婷婷俾朗希拣佢想玩嘅游戏。俾朋友选择系一种友善嘅行为，大家轮流选择会相处得更开心。同朋友玩嘅时候，会俾对方决定一起玩咩游戏。就算唔中意佢拣嘅游戏，我哋都可以尝试同对方玩。咁样系友善嘅好行为。或者稍后有时间会玩到自己想玩嘅游戏，我哋会做友善嘅行为，我哋愿意让朋友，大家就会好开心。